我们来看这台 Canon FT、哦、那它这台的话镜头是这个 Tokina、哦、Tokina for Canon 的、哦、FT 的这个镜头、哦、那这个焦段是35-105 1:3.5、哦、到 4:3、哦、那这台的话这个快门、哦、快门正常可动、哦、看一下、哦、快门正常可动、哦、好，再大家看一下、哦，那这个有一些使用痕迹了，那我们照片都有拍，那影片现在也给大家看一下，那后面这边有之前持有者他自己贴的姓名，那如果得标者如果要去除，您再自行去除，好，然后可以看一下，它上方，还有这个底部，底部的这个部分，那它这个 FT， 它这个要打开底片是你要从下面转开，我就不是从上面拉，从下面转开，我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看一下我的快门，转一下快门速度，快门都正常可动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Canon FT 的这个视频，谢谢。